边四买一送二啊！咋咋谂啊，大家，我要落妆洗面啦，开始啦！呢、這个洗面咧叫做棉花泡泡洗面，买一送二，整翻好啲个头先，费事同我争咁远啊！整翻靓啲个头先，呢个造型我要 keep 成晚嘅，所以一定要一定要整靓啲 ，keep 成晚嘅造型唔可以丑样，整靓少少先，费事一阵间俾我哋男神话，哇，点解争咁远咧？妆前妆后。好啦，我哋个 B 四咧系棉花泡泡洗面，呢一支咧其实系一个博士系列 PhD 系列嘅，非常之安全、抗敏感、抗呢一个干燥嘅天气嘅，咁我觉得非常之好用，因为冇酒精、冇色素、冇香料，乜都冇嘅。但系咧佢个质地非常之幼滑嘅，我哋加水起泡嘅呢一支系咁嘅样。哎呀，有人赞我靓添啊，好开心啊！哎呀，真系女人真系好简单，赞下我靓就好开心啊！嗱，呢一个咧就咁嘅样嘅，佢系有少少 gel 状 ，focus 睇唔睇到嗱？见到系咪？胶状嘅，咁大家咧可以加水起泡，或者直接搽落块面度。我而家即刻示范俾大家睇，可以做埋落妆。咁正常咧，我个落妆就比较讲究啦，即系我会自己系落咗油，跟住再落水。咁啊，但系我而家唔想嘥大家咁多时间吓，咁我就直接加水洗，直接落妆加水洗。咁其实我觉得佢都会落得干净噶啦。你见到其实，哇，真系，我个眼圈一阵间落咗咧，就唔好俾我吓亲啊，唔够瞓，瞓得唔好。Hello Winnie。遲咗入嚟嘅，記住要留言，我唔好落咗條眉，一陣間變咗冇眉啦。咁咧你就加水喺個手掌度捽起泡又得。Hello Pesca， 咦係喎，頭先我冇見到 Pesca， 好似冇。咁呢一個咧洗完之後咧，佢係唔乾嘅，好保濕嘅。同埋咧，佢最主要係因為入邊有個專利成分叫做紫羅蘭酮。紫羅蘭酮呢一個咧，其實係呢一個博士系列咧，其實我知道你哋有用開我的博士系列，記唔記得我啲紫色？記唔記得我嗰支紫色同埋我好多嘅喎，博士系列我用咗，我有好多嘅唔同嘅產品嗰個博士系列。哇！嗱，你哋睇我啲粉抹上，攞得到嘅，真係攞得到嘅，洗得到嘅。敏感啊！我之前咧，我唔知今晚食錯咗啲乜嘢，少少敏感。唉，盡量就住我條眉啦，我唔想抹咗我條眉。大家見過其實我唔化妝嗰個樣，你哋喺我其他直播都見過噶啦。不過 anyway， 我都係唔係好想落咗我條眉。話曬今日嗰個呢個直播應該會好多人睇嘅之後，因為平啊嘛啲嘢，又平又多嘢送。我一開始已經報到，唔好意思啊，我遲咗，我睇你唔到啊 ，Pascal。好嗱，跟住之後呢一個咧就係咁樣洗嘅個紫蘭有啊可哦係啦，大家有用過呢、這個係 B 四啊，大家留言 B 四先至有買一送二啊。留多少少啦，留多少少冇咁孤寒啦。我送咁多嘢，大家都帮我大方少少。系好容易吸收嘅，紫罗兰酮其实有啲咩功效嘅咧？嗱，讲咗咁耐，哎呀，去咗边？哦，我个芒坏咗。紫罗兰酮，嗱，讲翻佢嘅成分先。呢一支嘢嘅紫罗兰酮嘅成分咧，系有帮助改善皮肤嘅弹性啦，同埋呢个 pH balance 嘅，同埋咧佢系用咗呢个 EWG 嘅原料，即系话绿色等级系令到皮肤咧系好舒服、好干净嘅。如果啲干燥嘅皮肤或者敏感嘅皮肤咧，好似我而家咁样咧，就好啱用咧。我而家有少少敏感，见唔到呢啲位红少少，呢啲位置都有少少红，呢啲位都系有少少敏感起咗，因为可能我唔知系咪因为嚟又转季啊，成啊嗰啲。其实佢呢一个lab 咧系1995年已经开始研究呢一个品牌嘅一个。所有嘅產品非常之成分係健康安全嘅，同埋無香料、無酒精、無成嘅，咁非常之好啦。我覺得呢一支其實係敏感皮膚轉季嘅時候，大家應該要用嘅。咁你哋其實見到我洗完面之後咧，佢係唔會話乾爭爭唔舒服。其實我自己就 feel 到啦，你哋係 feel 唔到我嘅嚇。咁但係你哋買完之後，你哋就會 feel 到噶啦。如果係小朋友咧，其實如果你唔係話幾歲大嘅話咧，其實你都可以用，即係青春期嘅小朋友都係可以用嘅，啱用嘅。咁跟住落嚟啦，呢一個係99蚊買一送二，99蚊買一送二係啦。咁跟住之後呢個 B 四。